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32。事亲而不为亲所知，是孝为至者也。事君而不为君所知，是忠为至者也。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，是信义未至者也。这一条出自于谏45昌言。侍奉双亲而不被双亲了解，双亲就是父母亲啊，做儿女的啊，侍奉父母亲啊，没有被父母亲所了解，是孝道没有做得圆满啊，所以要再努力啊，这个把孝道啊做圆满啊，让父母亲啊他有感受到，让他了解。侍奉啊君主而不被君主了解，是忠义没有行圆满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做下属的啊所做的，那么上面的领导啊他不了解，不被领导所了解啊，是我们忠义还没有做到圆满啊，所以要继续努力把这个忠义啊加强，做到圆满啊，让上面的君主啊领导人啊他能够了解。与人交往而不被人了解啊，这个人就是朋友啊，人与人之间交往啊，人家不了解我们，是信义没有行圆满，就是在信义这方面啊我们还是做得不够，不圆满啊，所以要加强啊这个信义。如果这个信义啊做到圆满了，那么别人啊他就会认识我们，就会了解我们了啊，所以遇到有这些事情啊就反过来啊反省我们自己啊，哪些地方做得不够，做得不圆满啊，再努力啊提升正己，才能化人啊，自己啊做到位了，那才能感化别人。好，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